钻石海系第133集。走，去再一杯酒楼。古戈尔是神尊，这小子怎么办？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杀了。隐身术，吕城主，你不要怪我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我若不按他说的做，我儿子就没命了。兄弟们，我们皇家酒厂生产的酒味道不错吧？皇家酒厂生产，必出好酒，好酒，好酒，酒满上，兄弟们，干杯！兄弟们，喝酒，今天不醉不归，才喝800000瓶，你们就喝醉了吗？你们几个的酒量越来越差了，我好像也喝多了，我头好晕。盼望之神，干得漂亮！快放了我儿子，我儿子呢？你儿子没有利用价值了，陨落了。你竟敢打死我儿子，我和你拼命！量力化，激光术，区区2000万级，也敢打我？你在找死！你也没有利用价值了，爆炸术，去死吧！什么？转移符，金神，你没有死，金丝锁网，我免疫一切毒，兄弟们别装了！你免疫一切毒，他们几位不免疫毒，他们为什么没有中毒？因为这酒里我提前放了600阶解药丹，600阶解药丹可以解一切毒。有位朋友让我小心盼望之神，我有一个分身一直跟着盼望之神，你和盼望之神的对话我早就知道了。二分身，盼望之神的儿子，你救活了吗？救活了，他来了。多谢金神二分身救我儿子一命。金神兄弟，远古光柱复制神怎么处置？废掉他的神力，无数重生金钩去，废掉远古光速复制神的神力。碎，封剑云灭斩，一招封剑云灭斩秒杀六位神。你是谁？为什么如此厉害？你竟然有彩灵翼铠甲。彩灵翼铠甲挡下了致命一击，彩灵翼铠甲挡下一击，第二击他是挡不了的。60为线面腐蚀术。金神，今天你难逃一死，未来的你现在在多维界欲修神，根本来不及救你。六边形光线困力阵，五该金丝刀，真身来不及救金神，未来金神的分身可以救金神。我是未来金神的分身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杀金神？我不会告诉你我是谁，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是谁。跑得还挺快，有本事别跑呀，怕死鬼。金神，我走了，再见。未完待续。